怎么还没更新好？我的天哪！得得得得得得！录音存证还是从文字关掉。啊、哦，哎、欸，更新好了，我傻眼，白痴哦！开始游戏，嗯。我今天一直在想，是不是丢啊？对哈，我有看到你那个，我有看到你有贴，我在跟我家秘书说一下。等一下哦，嗯。啊！啊！帮我拉一下新人啊！我的天哪！怎么那么大声啊？你们等我一下哦！啊！If anyone can hear this, you are not alone. 哭啊！太大声了吧？等一下哦。啊，新增一个画面。新增。We are the survivors. We are the fighters. And with your help, we will reclaim Earth.要关个声音哦。好了，反正今天不知道玩什么，因为今天自由活动时间啊。哭啊！我怎么记得这款有中文？等一下哦，看一下哦，当天页面。嗯，啊，有简体啊，等一下哦。我要办账号，我的天！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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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鬼东西？还要账号？是什么？等一下，我刚什么都没调啊！中文，中。啊，这个是有插你游戏，好，我重开一下哦。没有啊，这个我一直想说，因为 L4D2 应该是会玩嘛，然后我有推这个给巧克力看，他说这个等 L4D2 结束之后再来考虑。你这个也是打僵尸，不不不不不，打恐龙游戏。要不 ，Enter 开始，走走。欸，所以刚刚前面那个是啥？哭啊！哦哦，我可以先偷玩哦。我们现在偷玩一下吧，回家爆炸。什么？恐龙的出没中等，我们就考了。新游戏，对啊，打恐龙的游戏。Enter， 开始。
东西。武器大师。造成伤害，同时给自身充了一段时间。嗯，逐渐恢复，什么？逐渐恢复人会被中心的生命线到底？他的中文翻译怪怪的，没办法，简体啊。觉得我比较适合。武器的哎、欸，哦，可以选枪哦，霸气，小枪、枪、弹药包、弹药包什么，空投，好啦，都预设啦。这是什么游戏？打僵尸的游戏。等一下，我把游戏标题打一下啊。你们等我一下，你们乖。我先把往下拉。文字定游戏，我今天应该开到九点而已啦。我今天好想睡觉。S E C O N D E X T I N C E I O N。完成，有个好，这样子应该可以吧？啊，对，我觉得它应该就是僵尸变成恐龙的游戏，因为我其实就是很喜欢。啊！恭喜有勾勾的，谢谢，感谢风间，感谢今天让我去许愿，感谢感谢。欸、白痴要按 Enter 哦。啊，我们进、哦，靠腰，等一下他走路好快。二四换枪。Q。Q 是干嘛 ？T 是干嘛？等一下、哦，他的灵敏度好像还。嗯，感谢新会员。等一下哦，他灵敏度有点跟我想的不太一样，高一点点。好了，差不多了。好，重点是我们现在要怎么出去 ？Hello，F Shift E Q。我要怎么出去？密室逃脱哦 ，F。好的，我们，而且这个游戏只能三人呢，我刚注意到。然后嘞，呜，哇塞！哦哦哦哦哦！嗨，你好，安安。爆炸撤离。收集补给箱。找到补给箱，补给箱在哪？干嘛？我们在。在哪里啊？我觉得会死掉、啊。左键开火，右键瞄准，按 R 同心键转，中键可以切换武器 ，B 可以近身打击。好，这榴弹哦、喔，屁啦，恐龙会吐痰。B O B O， 然后按下 G 可以投掷手榴弹 ，H 补给生命，按下 G 投掷手榴弹 ，G。屁啦！我靠死你！
欸，小要不要玩啊？不用收尸欸，那个嘞，包子样本。哦，那只是走吧。嗯，比较近。H 补血。哦，我是不是差点死掉？我看来不适合拿榴弹，我拿小枪好了。干嘛？炫哦，炫鸟！这个吧，感谢新会员。如果对进入 DC 群赖群有兴趣的话，可以私讯粉专截取订阅证明。会员证明。你不要你穷，你穷要跟我讲啊，我会叫老居送你啊。啊，你找到一个无人机，啊，然后嘞。然后嘞，我要下去是不是？你全要跟我说啊！按下一可以使用特殊能力。哦，什么鬼东西？哇，精细低了。恐太凶了吧！等一下啦，恐龙凶巴巴欸，啊，不是，按下 X。哼，我没看到说明，对不起，他刚说什么？哦，有恐龙来是不是？不要！看这就魔物猎人，哈哈！捕获欸，捕获稀有迅猛会帮助你赢得研究。这魔物猎人啊，等一下啦，补血啦！你完蛋了！你完蛋了！你们完蛋！你们完蛋了！我靠死你！我靠死你！不是啊，这是什么？我的。一满。
是玩家、啊，白痴啊！我看聊天室回到画面，突然一大堆爬虫类爬出来。看到就想爬，一天啊！跑到哪去了？取回无人机，无人机240，我走去哪里？如果是玩家，肯定在看直播。对啊，又脚步声。我很喜欢这种感觉，不是被吓的啦，我是喜欢那种探险、打僵尸、打恐龙。怎么取回啊？不是，哎，这是用射的吗？我不知道，哎。我要数掉了。他刚刚说透过什么来补血？你们刚刚看到吗？击杀敌人，然后嘞，这样吗？一，哦，都伤了，没有，抱歉，我没有调到，抱歉，抱歉，忘记关掉了，抱歉。你们刚好看到吗？还有说用什么补血吗？那我就可能要再开个新角色之类的，重新学。G 是弹药包吗？啊 ，T 是什么？哦，补给包。T 是补给。哦，然后还有 CD。啊，没有医疗箱哦，我输啦。今天好多人，今天多少人啊？看一下，白痴哦，人那么少，都好多人。没事啊，我先试玩嘛，好玩再叫巧克力买来玩。怎么办？对吗？管你的，我先拿哈。等一下啦，拿一下就好，你们再去升啦。按下 F 复活，我放弃一下好了，我重新学一下，有没有新手教学啊？头晕。
晕。选一个重生地。哎呦！我重来呀、啊！继续游戏，快杀了我！我想重来，看不懂，没有。对啊，觉得前面没有教到，没有好好看到，而且这把武器我真的不是很会用，我很不喜欢榴弹发射器，复活。没弹药啦！我好想死啊！我好想死啊！附近好多恐龙呀！我其他子弹不会补，我的天啊！按 G 是干嘛？丢弹药，然后嘞，哦，被电了 ，F 失去弹药。哦、oh, ，Q 四这个扫描啊，让我先训练一下哈。啊，他不让我放弃啊！教主好玩吗？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啦，只是我要换武器跟换一下那个感觉。我去尿个尿，等我一下哦。我去尿个尿，你们吃广告，尿尿吃广告。
我一分钟慢慢吃哦，好，吃起来，吃起来，研究，嗯，继续，任务失败，抱歉嘛，谁知道那么难玩，哈哈，好少，我觉得还行诶，干嘛？八。他自己在那动哎、欸，世界大战公斤，然后嘞，微波机，微波机。你看，就只可三个人玩，所以这个要玩的话，就只能三个人。嗯嗯。合约第五关，散弹突袭、手枪、榴弹发射器，看谁知道是榴弹发射器啊？我以为是步枪嘞，意思。是机枪嘛？机枪我就不再用啊。那拿来拿去，我只能选这支了哎、欸。好啊，那就玩这支啊。那这个的话，狙击、欸，狙击一定是很难用哎、欸。回家。不行哎、欸，回家好像都很。我刚刚想说，要抛弃谁呢？对啊，我就是想知道抛弃谁嘞，抛弃谁都不好啊！恐龙出没少，来各位，我们要干嘛？不知道。就很奇怪啊，怎么会是三个人的游戏，又不是四个人？奇妙，不是指定游戏就应该都要四个人啊？哦，嗨，我们又来了。对嘛，一开始有这些，啊，怎么刚好在中间？发电喝。哦，完了，我喜欢。啊、哦！白痴哦。卡，我卡了，等一下怎么了？哦，好，回来了。有点飘哎、欸。阿彪，阿彪，阿彪，阿彪！你说什么？
没有啦，我懒得换封面而已。研究一下哦，西式蹲下，长错许可，战术能力、特殊能力，蹲下换弹、近身手榴弹、手榴弹狙。耳曼饿死哦！啊，还有一颗嘞，我敲你！死路欸，啊不是啊，我怎么回血啊？本来想说，不然就是开画图台，这画图台又不知道画什么，没有委托，而且最近也比较没空画委托。
怎么好可怕？我后来发现，其实我可怕的点都只是在玩游戏而已啊。我不玩游戏，其实就还好啊。对，凶巴巴都是因为玩游戏才让我凶。游戏使人暴力这句话。我白痴哦，自己插我自己被吓到，白痴哦。不是啊，他刚刚有说什么急杀生物后可以回血，按什么啊？白痴哦，戳到身上结束了啦啊！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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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跟你讲，真的不是我炮枪，是这游戏好晃啊！白痴哦，G 跟 F 太近了吧？感谢雨从天降的会员。我到一个开关。不要不要不要，太多了吧！哦，不能在受伤的时候用哦。哎呀，好啦好啦好啦，很痒啦很痒啦。哎，一个人玩真的是不能玩，是不是啊？天哪！欸，他重生点这怎么超远呢？玩屁呀！欸，超远呢！可以死的，是不是？等一下，我们在这里。
两片我刚也没这么多啊。啊、哦，怎么能打？哦，白痴哦，他的散弹枪射下去有延迟啦。什么？不要咬我！快复活了！我干！不要！拜狗狗！可以按。不是，因为我，你有看到我准心瞄到了吗？我按左键之后，它会隔 0.5 秒才射出去，然后就因为这样子。超难射的，然后射击游戏也至少有个鸡那个吧，那个怎么讲，有个底子在啊，怎么可能反弹枪完全不会用，傻眼。怎么爆炸了？等一下、啊，
夸张。啊，这又是什么？干嘛又有了哦？啊，没办法，技能都按了，太难了吧？是我这款不适合啊。我想说就试玩一下啦，那等下九点我应该就关台，然后去看他自己玩的如何。我也想复活在附近啊，不给我复活啊。比枪火难，超难，好不好？给我物资，给我弹。内容很少，一个人很难打得完哦、喔。我猜也是，天哪、啊，够难打。
所以这款应该不能玩太久。我开始微微感受到3D 晕了。怎么又音乐了？走错地方了！哎呀呀呀呀呀呀！有完片早点睡，能睡我会睡啊。但是昨天我很早睡，我昨天十一点就睡了，然后睡一睡，半夜两点就起床了。任务失败。如果你没回去，睡那瞬间失去意义啊！我的话好少啊，就专心在打这个，要怎么讲话啊？天哪！好难打哦。我还是去看一下别人怎么玩好了。WSD 移动，朝左右看，按下跳跃与跳跃，停止不动和 W 型移动，左臂按下空白和 WSD 可以侧跳。C 蹲下，侧滑，哦，可以侧滑哦。Shift 冲刺的时候按下 C。开火瞄准换弹，切换武器，精神打击。一杀敌人恢复，就是按住表情，表情有表情哎。这款一个人就很难打了，要一边打一边聊天，光恐龙杀不完。哦，对啊，妈的，你。而且可乐，你常常讲一些很奇怪的话，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你。很笑。任务选择，在大厅中选择你的想要挑战的任务。如果你更喜欢自由探索，就选择自由漫游。哦，我应该选这个才对。在合约界面激活合约，可以合约
在探索的时候密切关注整体的任务难度和奖励取决于你所在的区域威胁力，在高威胁区完成任务更好奖励，但威胁增长。当你玩家死亡时啊，可以哦，任何解锁的营地哦啊，所以其实我可以在那边解锁营地，在那边服务完成任务。全球大战。星球派对，我不是，好，任务选择没啦，他就选择任务啊，有没有什么自由取消？对啊，他去哪里选择什么自由什么鬼东西的？那是巨魔之地吗？刚刚写哪边？你说自由探索、自由漫游，找不到。违约？感觉不是欸，等等等等，没有要关台了，要关台。右上角那个设置没有，设置只是改这些东西而已啦。今天这么早，今天本来要休息的啊，只是想说开一下这个游戏玩玩看啊，都还没开过。啊，就先这样啦，感谢各位收看啦，我要去剪片了，感谢各位，我们去哈基台吧，大家晚安，拜拜，拜拜拜拜。